它是做这个有点像小亨利领的一个领边，这个领子啊看起来就是最纤细、最显瘦、最显脖型长的一个领子。它这个啊是皱皱布，所以呢不要去把它烫开哦。你收到的时候越皱越好看。好，然后呢它的长度很可爱，就是呢161公分的我穿着平底鞋大概是这样，所以呢150公分的人穿起来也不会过长，170公分的高个女孩稍微利落一点，但是也是好看的。再来手袖的位置大概落在8-9分，它有一个缩口，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不会不舒服，不会勒住我们的手臂。然后它反倒有一个好处，当你要做事拉起7分袖的时候，非常的方便，也非常的好看。好，它两边都可以拉开，松开之后呢，光一边的尺寸已经这么大，整个松开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你按照你自己的身形去调节左侧你要绑多少。那你缩越多，腰身就越多；你缩越少，腰身就越少。那取决于看你想要穿舒服的还是合身的。里面有一个膝盖以上的内里，所以呢，又凉爽又好看，又不用整烫，然后呢，没有内着限制的问题。好，然后想拉七分袖，我觉得也很好看，有没有？超级超级美的。